我是毛德华，我在杭州，我在杭州逛街，这是一条大街，我准备啊去做一个核酸，顺便给你们拍一下杭州大街上什么情况。走，这是一条大街，我呀准备去前面做核酸。这个疫情反反复复，一下子啊消停不了，所以核酸还是要3天一检的。我星期三刚做过核酸，今天啊准备再去做一个。走，往前走。这个路好像有点窄，就是能走的道啊都已经被这个墙给挡住了，我们只能跟电瓶车一起走了。走，往前走，出来了。前面啊可以拐到小路，这样就不用跟电瓶车挤了。好了，我们往小树林里去一去，因为啊做核酸的地方就在前方。这里就是做核酸的地方了，我们啊也要去做一下。最近看新闻，你不做核酸呀还是有风险的。走，做完了，我呀准备溜了，溜了溜了。视频啊就这么结束了吧。